师傅，醒醒吧，到家了。给您家里打个电话，叫他们出来接您来吧。啊？嗯。到家了。到了。啊。这么快？嘿嘿，我们这不是为你省钱吗？啊，我们是按时间收钱，一共150块钱。嗯。150吧？对。哎呀，师傅，别跟我多嘴啊！这酒啊，能少喝就少喝，又伤肝又伤胃的，是吧？嗯，你当我愿意喝呢？嗯，行了，没事了，您回去啊，好好沏点验茶，睡个好觉啊。得了，咱这么着，回见你啊。嗯。哎呀，大家，怎么了，师傅？我车上那500块钱没了。500块钱没了？我手刹下面放了500块钱。这什么意思啊？我钱没了。你钱没了，我也没拿呀。师傅，您不能讹人啊。不承认是吧？好，我现在就给你们经理打电话。哼，身正不怕影子歪，甭说经理打了，你给总理打我都不怕。关于唐山的情况，欧姐总结得非常到位。今天晚上9点啊，离现在还有3个小时，大家回去好好休息休息，吃点东西。晚上9点准时集合。是是。这上车之前，你怎么不跟客人签协议啊？他都醉得不省人事了，能说出地址就不错了，还签什么协议？你说谁不省人事呢？不省人事，我能站着跟他说话吗？嗯。得，这下说不清了吧？咱们不是有要求吗？这上车之前必须得跟客人确认车内财物，签好协议吗？有什么说不清的？没拿就是没拿，不能无中生有啊！你还不承认是不是？行，我去消协告你们，举报你偷我钱，举报你们是黑代驾。哎，不是不是啊，您放心啊，我们是正规公司，要是您的损失呢，哎，我们一定会补偿的啊。老马，这次可是你过失在先呐，费用从你工资里扣啊！凭什么呀？啊，他信口雌黄，他说没5万，我就得赔他5万呢。你，好了好了，你也别吵了啊！这是咱们制度，必须得执行。你要是觉得这钱你不能出，那你干脆就别来了。哎，我还跟你说，咱们公司可是僧多粥少吧，还不全看你儿子面子？对对对，打住！我不靠我儿子啊，谁怕谁呀？走人就走人。安妮，我问你，咱俩是不是真的不可能啊？哎，我就不明白，为什么在你心里我还不如一个修电脑的呀？凯文，你还说你阅人无数，其实你根本就不懂女孩。女人在恋爱的时候最需要的就是安全感，但这种安全感并不是物质可以给予的。行吧，那我祝你们幸福。谢谢你啊，我也祝你早日找到另一半。Thank you.
请回吧。哎，您啊，二位放心，只要赵警官一回来，我一准告诉他这事儿。好，行，谢谢。哎，您慢走。哎呦，赵警官，你可好回来了？哎，等你半天了，我们是吗？小赵啊，咱这老年餐桌啊，可办得真好，红火着呢。现在咱们居委会啊，天天门庭若市。 早晨中午晚上全有人吃饭，不错不错，这可真是老年人的福气啊！老年人病了，走不动的，潘大妈都把饭直接送到家去了。啊，你别说这潘大妈，有时候是不讲理，还撒泼。可她真要把本事用在正地儿啊，嘿，还真是把手。是是是，真能干。是是是。哎，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找你，我要举报，我要向公安局举报我的丈夫包养小三儿。 你闹什么呀，妈？我闹什么呀？你是不是我儿子？你爸爸包养小三，我有证据。小点声，妈，就出点声。怎么呀你？给我用笔录记下来。什么呢？没事，组长，没事，没事。我告诉你，你用，你这东西还有我的直觉。什么闹呀？我闹什么呀？我啊？直觉虽说不是证据，但是很准呐。啊？我跟你说，你爸现在不按时回家，就是按时回家了，也玩微信，还对着微信咯咯咯咯的笑呢。 我把他的手机偷过来一看呢，那微信全删了，这不心里有鬼吗？还有现在的微信啊，还有什么摇一摇的功能，这一摇啊就摇出个小姑娘来了。你别笑啊，我前几天还到他公司去呢，你知道吗？这公司一下招了好几个花枝招展的小妖精。以前那是秘书，工作需要。算是，现在这种坐享其成的姑娘多了去了。哦，我们白手起家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男人，他们坐享其成啊，他凭什么啊？ 你这就是典型的妄想综合症，就是在家憋的。我有证据。哎呀，您那什么证据？家辉，这家里老说起你。是是是，哎哎，这事儿可不能在这儿说呀，这是你儿子单位呀。哦哦哦，那我家辉正要提职呢。好，那我走了啊。来来来，上车吧。 师傅，开车。哎，到了，哎，好。叔啊，你跟我妈说什么了？你小子有那么说你妈的吗？你妈就真有什么综合症，也不能光怪她。哎，晚上回家呀，多陪陪你妈，知道吗？ 欧杰，我知道你刚才来过了，你肯定是误会了。我跟凯文之间什么事儿都没有，他只是来收拾他剩下的东西。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关机，难道就是因为这些吗？欧杰，我不想失去你。 一直等你的。
辉哥，你怎么过来啊？我来看我爸呢。啊，那个，你帮我看一下车子吧，一会儿下去。哎，好好，走了。我爸在吗？哎，爸，你来干什么？我那个，我啊，上去说吧。说吧，到公司来干嘛？话呀！你要急死谁是不是？是不是没钱了？要钱？有钱？有钱你换车啊？哎，你那车可是新的啊，换车不能像换衣服似的。再说了，你上班才几天呢？到底干嘛？你倒是说话呀！你急死谁是不是？我这一会儿还要去招商局开会呢，快说！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不说你就给我走，说！我来找小三儿的。你说什么？找小三儿？什么小三儿？潘小三儿吧。潘小三儿，你不知道了吧？就上次我介绍到你们公司来工作那小孩，潘小三儿嘛。那个我也看完他了啊。那您先忙着吧，我就先撤了。啊，那您歇着吧，我走了。潘小三儿。小时候很喜欢童话故事，因为所有童话故事的结尾都是一样的，就是王子和公主从此过着快乐幸福的日子。可其实呢，王子和公主不会在一起的，也不会白头偕老的。安妮，我想问你，这是为什么？欧杰，我们相识的时间并不长，现在分开没那么痛苦。安妮，我一直不明白，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就那么讨厌警察这个职业。因为我父亲就是个警察。跟你一样，他工作很忙，经常出差，经常不回家，家里全靠妈妈一个人。在我的记忆中，我的母亲总是忙里忙外的，忙个不停。她要赚钱，要照顾家里，还要照顾我。真是忙个不停啊！就在我上小学的时候，我妈妈突然间病了，而且病得很重很重，必须要长期住院。可是我爸，他只来过医院一天，然后就出去执行任务了，再也没有。至少现在在我心里边，父亲对我来说
他仍然是个光荣的警察。安妮，我觉得你有的时候是不是太……我太什么？你觉得我太偏激？后面的故事你还没听完呢。我记得那天晚上下着大雨，我在医院陪着妈妈。妈妈突然间从昏睡中醒来，她拉着我的手，对我说：“安妮啊，你带妈妈回家吧，一会儿你爸爸回家看不到我们，他该着急了。”妈妈的眼睛发亮，说的那样恳切。我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要带妈妈回家，于是我和妈妈走出了医院，在雨中我搀扶着妈妈往家走，走着走着我妈妈就走不动了，于是我就背起她往家走。我妈妈就在我的背上永远地离开了。你知道吗，欧杰，我不能原谅我父亲，我就不懂得了，难道做一个警察就能理直气壮地不顾自己的亲人吗？抛开自己做父亲做丈夫的责任吗？我讲完了，这就是我的故事，这就是我为什么不能找一个警察做我男朋友，可我却偏偏又遇到了你。老天爷太捉弄人了。今天当我看到你是一名警察的时候，我本以为已经忘记了过去，那些痛苦一下子全部都涌了出来。我害怕过我妈那样的生活，害怕有一个那样的家。欧杰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陪我度过这一段美好的时光。
师傅，我想下午请个假。什么？请假？你开什么玩笑啊？你知道今天周几吗？就是周五。周五的晚高峰是一周当中最忙的时候，而且今天晚上还有萧敬腾的演唱会，他的粉丝会把路都堵住的。你还好意思请假？我告诉你，今天下午不仅你我，所有的人，包括内勤都要上路，好意思请假吗？不是，我这是特殊情况嘛。我发小呢，出国十年了，这第一次回来，而且明天就要走，你不能不让我们见一面吧？马小帅，我说不行了就是不行。不是，自从我来到单位之后，我也没请过假呀。今儿是特殊情况，晚高峰结束了以后你再去吧。拜五九。2315，2315，前方路口发生车祸，请速去。收到，收到，收到，收到。哎，正好你过来了。那个前面出事故了，我去看一眼。这边幼儿园今天星期五，下课特别早。完事了以后，你再去参加你那个发小的聚会吧。那我先走了。接的你啊，奶奶，奶奶啊，那快去找奶奶吧，啊，注意安全啊。哟，师傅再见。先让孩子先过去，待会儿慢点开啊。你先在这儿等着。这起网络诈骗案，骗取金额之高，受骗人数之多，那是这些年非常罕见的。啊，经过我们大队和市局网安总队的联合调查，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量的确凿证据。大家辛苦了这么长时间了啊，成功与否就看今天了。啊，下面呢，各自检查一下各小组成员，准备出发啊。是是。那个队长，欧姐还没来呢。报告，对不起，我知道了。
大家注意，15分钟以后准备出发。是，散会。是是。过来。是。今天这么重要的案子啊，你敢迟到？关键的时候你掉链子，你想不想干了？想不想干了？刘队，我保证完成任务。保证完成任务？我昨天晚上给你打了多少个电话？你看看你自己手机。你给我听着啊，作为一个刑警，他的手机必须是24小时开机，24小时随时待命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我没时间听你解释，一会儿李泽会把今天的任务交代给你。再掉链子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是，出去。哎，小帅哥哥，他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明白，听懂了吗？犯罪嫌疑人在右拐那个小区里头。欧杰、杨柳，这次是你们执行的第一次大案啊，今天你们俩打头阵。是。放心吧，刘队，只要有我杨一柳在，他们一个也跑不了。哼，你就吹吧你啊。喂，老大，有情况，赶快撤！你怎么来了？你在这干嘛呢？执行任务。这是什么任务？你快走！哎，保险，抓他们！站住！老实点！还好抓着了。好什么好？还有人呢？你同伙呢？啊？不知道。左应，在哪儿呢？真的不知道。平时我们只是听指示，根本就没见过面。站住！住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你跑什么跑？跑得了吗？好了，收队，走。小帅哥哥，太厉害了！厉害什么厉害？
小帅，你跟我说过，你不会告诉别人。你现在可倒好，啊，你是大英雄了，你还去执行任务去？行了行了，事都已经这样了，说什么说？先看刘队那边吧，希望有什么好消息，至少可以弥补一下。刘队，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了？线索断了。行啊啊！我有意安排你们打头阵，目的呢就是麻痹那些望风的歹徒，是把幕后的那些大头们引出来，给他们一网打尽。这下好，打草惊蛇了，就抓了三个小喽啰，一问三不知。刘队，那些大头，我一定给他们救出来。不是这事儿，谁泄露出去的？啊，是我。是我在研究案情的时候不小心泄露出去的。这个事儿我也责任重大。刘队，我希望可以给我们兄弟几个一个机会，将功折罪的机会。喂，好，干得好啊！我马上过去，好，等我。你说什么？将功折罪，没机会了。第二小组已经在小区的六号楼402403把那伙诈骗犯一锅端了。好好反省反省吧。怎么还没下班啊？涛涛丢了。什么？可能被人贩子拐走了。还没定案呢，别胡说。蓝队，就是因为他。马小帅，我知道你今天有事儿，我特地安排你去幼儿园，等家长把孩子都接走了，你就可以走了。也就十几分钟的事情，你倒好，先撤了。现在淘淘已经丢了8个小时了，完全没有音信，这都是因为你失职造成的，你要负全责。行了，别说了，这事也不能完全怪他，淘淘家长也有责任。淘淘的家长就是因为太信任我们了，我们单位从来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情，丢人，还说要给市民什么承诺，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，承诺什么？要不你打我一拳，让我心里也能舒服点。帅哥哥，对不起，要不是我的话，你们的行动也不会暴露。你别这样好不好？你说句话呀，你别吓我好吗，小帅哥哥。
你的事儿我都知道了，这件事情是你的责任，你犯了一个警察最不应该犯的错误，那就是将个人的主观意识凌驾于集体之上。警察不仅需要睿智胆识，更需要纪律。个人的力量永远是渺小的，集体的智慧和力量永远大于我们个人。不过你不要气馁，你阳光、热情、善良、英勇无畏、义无反顾都很有魅力。这件事情只不过是一个很小的挫折，很快就会过去的，你会变得更加成熟的。好了，小帅，别难过了啊，回去洗个澡，好好睡一觉，明天的太阳还是会照常升起的。木木，你怎么？你离我远点。不是你木木，你怎么了你？你别管我，我现在不想看到你们任何人。木木，你这样你自己一个人很不安全。你走开！我要去找我的银河导盲犬，只有他才是我最亲近的人，只有他才不会骗我，木木才能替我疗伤。我就是银河导盲犬。杨一柳，你少来这一套，我觉得非常恶心，你知道吗？木木。你怎么就不相信呢？我是银河导盲犬，你是行星之王，我们俩共同的登录密码是6151212，你是双子座，我是射手座，这是我们俩共同的生日啊！木木，你怎么还不明白呢？木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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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骗子，大骗子！木木。再孤单也不需要陪伴，因寂寞而灿烂，是流星一条凄美的线，偏偏因短暂而留恋。成长是成长的体验，无需别人成全，每一站都有哭红的眼，是否多年后才会怀念。大声呼喊，该为青春
今夜闪亮的是昨天那些不舍的场面，可旅程依旧遥远，可旅程依旧遥远。